那是不必然，今天赔你。这咋的，泼妇？你得钱啊！小兔子夸吗？哎，吃点吃，我吃饭就吃点，吃点。这个还有他的。行，你要么摘一下就行。你。哼哼，买的，哇塞，吓我一跳！热不热？你讲。这叫海椒吗？可花。哦，哎，好几道工序嘛的哈。你今天会不吃花椒了？我这解决一个，这不是土坡吗？完了。刚才行了。